二位，这是喝完这杯酒，就当是给你送行了。送行？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呢？啊？来吧，请上座。 既不离开小分队，也无逃跑之意。而且我还算定，陆阿六肯定还会回来。你也会算？十拿九准，绝不落空。 这么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啊？侯队长，在。我恭喜你了。小的不知喜从何来呀。尽管你屡次失误，贻误战机，给我大日本皇军造成了损失，但渡边机关长还是决定不追究你的责任。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？小的愚钝。 请方子队长明示，因为机关长他对你寄予了厚望。厚望？武汉警察局长的位置现在还空着。渡边机关长有心让你，侯队长，你不要以为我们无人可用。是是是是。众所周知，警察局长的位置是个肥得流油的差事，很多人都对他。 垂涎三尺，这你该能明白机关长的一片良苦用心了吧？明白，小的明白。我侯亮是为圣战大业肝脑涂地，为渡边一郎机关长鞍前马后，孝敬犬马之劳。好，为了让你能顺利的配合我们剿灭那只小分队的任务，我们按你的请求，特别拨发了一批枪械子弹。 现在，你去验收吧。谢谢，我。报告机关长，我坦率地说，我很怀疑我们这么做。 到底有没有效果？一个好猎人是从来不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猎狗身上。猎狗的作用是狂咬乱叫。等把猎物惊动现身之后，猎人才能瞄准开枪。报告，进。 队长，小的来了。刘琦啊，我问问你，咱们库存的枪支弹药有多少啊？我这就给您查。哎，不用，把账本放在这儿，我自己看看就行啊。我是不是给您拉一个汇总的清单？我不都说了吗？我自己看就行，放这儿吧。是是是。哎，下去吧。小的告辞。
卖烟了，香烟洋火了，卖烟了，香烟洋火。来包三炮台，先生给您。想不想挣钱？三块大洋。想啊。 现在我宣布，我们的第二项任务。哎，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，就敢往里闯？老总，我找人。找谁？你们侯队长。去你的！你当我们侯队长？你以为我们侯队长是吃饱了撑的，谁都见啊？ 老总，我是侯队长亲戚。侯队长有你这个穷亲戚，你蒙谁呀？要不你给侯队长捎句话，我给你换袁大头。捎话？烧什么话？咱们的任务，你们都听清楚了没有？杀毒变一冷，我早就等不及了。可是，这个任务听起来容易，完成难呢。要是容易，还要我们小分队干什么？ 只要老子抓住机会，一刀就抹了他脖子。你说的太轻巧了，渡边一郎作为特务机关长，身边肯定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安全警卫。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，我就不信。信不信是你的事儿，我只是不愿意拿自己的脑袋硬装石头。闹了半天，你小子是怕死啊？我要是怕死，早脚底板抹油溜了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争来吵去的有用吗？咱们还是听头的吧。我想这样做，先摸清楚渡边一郎的活动规律，找到这条毒蛇的出动时间，瞄准他的七寸，然后狠狠地给他一刀。什么？我亲戚？谁啊？他让小的给您捎几句话。什么话？ 到新的隐蔽地点。是。小子，实不相瞒，那个薛老板被日本人给抓走了。那天晚上，鬼子包围了这里，还是个女鬼子头呢。他们说薛老板是中共地下党，把他抓进了宪兵队。